这个是在我兄弟场地上搞回来的这个紫色黄竹草，这种是紫色的，我这边没有，我又砍了几节回来，现在在这边种一下。要种这个很简单的，像甘蔗一样，就像用那个牙剪插在地上，它自然会生长的。这种水分比较足，香草的水分没这个足的。这个就是牙结，它这里会长根的，这个很像甘蔗啊，小型甘蔗，吃一下，看一下好不好吃，不甜，一点点甜，就跟黄竹草一样的味道，啊，不过这个比较硬，猪猪可能比较喜欢吃，这个就是这样插在这根部这里，等下我们把土壤。带回去，等下到时候它自己会长出来的，这个就不用管了，它自己会长。这个是春天、夏天都可以种的。这个现在种下去，冬天的时候可以砍一批，明年的话就是很高的产量了。这个种完了就放在这，过个10来天它就芽就长出来了，到时候我们铺点那个猪猪粪便上去。